我那个主角，那个脚背，那应该叫踝关节啊，那个地方，好像有点不舒服啊。我爸爸还在试验，他为什么要试验那么多呢？因为试验都给到代替我来试验啊。他试了一个，就把那个情况告诉我啊，他代替我再试，因为那个星球同我们地球不一样嘛，不一样的话你说没有体验的话是说不明白到底，怎么描述吧。所以他一边做，让我反复体会，反复体会，就类似我已经到了那个星球上，类似于我到那个星球上了，在做这个实验，然后在地球上对比啊，所以又在做实验了。现在他把一根绳子啊绑在脚背上面啊，绑在脚背上面鼓了几圈，鼓了几圈以后，看他下面拉绳子的人会怎么整，拉绳子的人会怎么整？这个时候看到了，那个下面的人慢慢慢慢把它打开了啊，因为他那个在脚上鼓了好几圈，脚背上啊，鼓了好像打开了啊，又放到那脚底下去了啊，就单独的一个点，没有在脚上绕好几圈的啊，也就是他们就要很精确的是受力要很精确，不能受力受到上面，受到上面去的话就位置不对了，位置不对了那使的力量也不对了啊，所以要做的很精确。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，嗯。